假如你拥有了一张土豪卡，潘天祥，这次的班费怎么又是你没交啊？还有书本费、学杂费、水费、漫费、电费，再不交你就到厕所旁边站着睡。我又是个土豪就好了，本来已经够寒酸的了，谁还往我这里边？土豪卡，那我也不是王多鱼呀。强哥，你带钱了吗？你要没带，我们一人帮你凑点吧。带了。就你带那点儿，还没我吃席拿的份子钱多呢吧？强哥，你别理他，不就家里有7个公司、8个工厂、9个别墅在香港吗？除了钱，他一无所有。就是啊，那这是我们刚帮你凑的，应该够交那些学杂费了。不是，这点钱哪够？潘先生，书本费、学杂费、水费、饭费、电费、班费，总共1分钱，你带了吗？1分钱？昨天这些学杂费还需要几十个 W， 今天咋就变成了1分钱？你不会没带吧？老师啊，1分钱我确实没带。强，但是我带了1块。一块？不可能，我家7个公司、8个工厂一年才赚5毛钱。老师啊，他肯定在呢。真的是1块？你一个刚满1200周的孩子，怎么可能一下拿出这么多钱？是啊，强哥，你这些钱都能买10所学校了。不就是1块吗？我爸公司卖了也有。哎，5块、10块、20。100？哎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强明，听我的，不行，咱再找几个爹吧。那些年校园里的神经家长。这有份调查问卷，按照你们的真实想法来填，填完了我交给学领导啊。向明，你的通过了啊。老师，那我们的呢？你们三个拿回去重填，要不然就退了学，等待重连。面目全非呀，填个问卷还得吹呀，可是说好按照真实想法来填的嘛。人情世故啊，那领导简直不是物啊，这种问卷是碳基生物能想到的嘛。只有敢于面对不公，才有绽放成花的可能。你的意思是？他那意思不就是让你们退了学去花鸟市场当保洁吗？我看倒是公平的很。你实说，他们看不上你高考全球第一的身份。普考生怎么了？普考生也照样拿过诺贝尔奖。是啊，你找对象我就一个要求，会缝纫就行。你只管努力上看，其他闲杂人等我来执裁。我这一圈麻将都打完了，你班问卷还没填完。填好了，王主任，都在这儿呢。这3份问卷是谁填的？主任，是我们填的。好啊，你们自己看看这填的是什么。填的是圣旨，暗夹害的毁回考试那个夜，那总分加起来比你身份证号都差。同意，要不是我闺女非要来上你们学校，她800年前就上清北了。都注意了，只要俺顺着喜欢碳基生物就行。哎，谁那又怎样？谁叫他们和大众不一样？像他们这样就活该被针对，您说是不是？主任，主任，老师，这你才活该被针对。